来看哦。今天呢，我们请到我们的交通部长。Hello， 大家好。Sorry， 我们是请交通部长。我是做交通的，卖交通工具的。我知道你是卖交通工具，可是我们今天是请交通部长。哎呦，过去那边来。干爹，哎呀，Hello， 有请我们的 Superstar Bobby from Mobot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干爹你好。Hello， 这个是最新的 Mobot Cam Chameleon 脚踏车。哦、你有骑脚踏车吗？脚踏车啊？对，我不骑脚踏车的哦。为什么呢？麻烦啊，脚踏车。哎呀，脚踏车很丑啊，不是红色啊，就是黑色，不是黑色就是白色，不是白色就是红色。所以我们做了一个最新款，这个是闪闪亮亮的。对。很特别嘞，可是我还是不骑脚踏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哈脚踏车哈，很多这样子的脚踏车，它的轮子很小，我骑一下哈，我就倒左边倒右边了。但是这个是22寸的轮胎，所以是在市场上最大的轮胎。对。可是我还是不骑脚踏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哈每次骑脚踏车哈，有时候带一个绑绳。哇，还要我拿一个棒啊，棒啊，很麻烦啊。这个就不用 worry 了，我们有一个 integrated 的 seat pump， 可以直接拿出来。可以 anywhere anytime 都可以 pump air， 这样方便啊。对，玩啊，你以为？然后这个脚车也是时速的，这个是 gold plated 的 cassette 来的。对，这样的 details 都有啊。可是我还是不打脚踏车，为什么呢？很麻烦啊。你以为我家很大？我家的 storeroom 装两辆 Lamborghini 就已经没有位了啦，还装一个脚踏车这样大个。所以我们知道你家里有 Lamborghini， 所以这个是可以 fold 的，给你看一下。fold 到来只是 11.9 kg， 很小，没有占位置。完了，这样子我就可以放在 storeroom。对，放在车里面可以、啊、我就可以驾去远远美美的地方骑脚踏车，可以就不用骑这样远了。当然了、啊、哦，现在要骑脚车了吗？可是我要去哪里知道啊？在这边呢、啊、这个网子你下面没有咩？看一下、你以为你是 YouTuber 啊？只有 YouTuber 这样子纸才会有东西的嘞，你只是摩托的老板呢。YouTuber 是谁？ YouTuber 是你啦。王子你看在这边有没有？有完了，你以为在这边？你直接有这边呢。 Thank you 够了吗？你还要直直拜拜